中国机床东莞展近日在广东国际现代展览中心开幕，作为中国机床首个双十一采购节，这里云集了时下最前端高科技的机床及自动化设备。广东大永盛科技有限公司马哈特品牌作为东莞本土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积极响应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品牌振兴行业的号召，参与此次机床盛会。小云集这个领域里面，我们在中国可以在我们行业内的中国范围内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因为我们的设备可以跟欧洲发达国家的国际品牌的数一数二几个品牌我们可以媲美的。市场优势上，就是简单说的价位上面，我们是符合我们中小型企业的一个消费标准。其中大永盛旗下品牌马哈特主要生产数控高精密绞屏机、46重视精密绞屏机等各种高端绞屏设备，多项技术均属行业首创，性能媲美德欧系，致力于打造民族品牌，替代昂贵的国外进口设备，造福于广大金属钣金加工企业。